好，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铁板烧扩拉机跟星光美声一号扩拉机，在同样播放灶盆闪亮日子 CD， 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熟悉的这人声低音炮 CD， 在播放的时候呢，是不是有明显的不一样？哦，那我们现在呢，介绍今天使用的这个器材。第一个是我们的 CD player， 这个呢是英国大概3万多块 Rotel 的这个 CD player。那下面这一台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铁板烧扩拉机。那这个红灯已经亮起，表示它电已经开了。那这一台呢，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星光美声一号扩拉机，它的形态是比较小一点。好，我们把它放好。那今天播放呢是这一片灶盆的这个 CD， 在人声的低音炮，它的表现算不错的。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直接从 CD player 把音讯传到我们扩拉机，扩拉机再传到我们的这个英国的这两台这个 MB Quart 的这个音箱，我们现在播放看。现在把这个CD player 关掉了，然后我们先要切换到这一个星光美声一号扩拉机来做同样的播放。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一些音讯呢做切换，首先是扩拉机的音讯要做切换。好，这样子我们已经把这个音讯呢从 CD player 呢转换到这一个星光美声一号扩拉机。那接下来是音箱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铁板烧扩拉机的电源关掉，这个小灯呢已经慢慢的暗了。好，那我们现在呢把原来的这个来自于扩拉机的这个线材呢换成来自于我们这个星光美声一号扩拉机的这个线材。好，也就是说从 CD player 到我们的扩拉机，从我们的扩拉机背面呢可以从音讯输出到两个喇叭，那一边呢我们已经切换好了。好，现在我们把喇叭呢也把它安置好了。那我们把这个星光美声一号的这个电源呢打开，我们看到蓝灯已经亮起，我们同样播放灶盆的歌。现在呢是由我们的星光美声一号扩拉机所发出来的声音。
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们把声音可以开大声一点，我的爱不开小声一点。由我们这个星光美声一号扩大机所发出来的声音，可以跟刚刚之前我们从铁板烧扩大机所发出来的声音呢做一个比较。好，谢谢各位的聆听和观赏，谢谢各位。